嗯，今天来吃回一场。嗯，小哥，你这大老板还不饿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就这两天不能吃海鲜了，我要不你换嘛？哎呀，太可惜了，我的换嘛。我来尝你这个水煮肥肠味道怎么样？它真香啊！嗯。我的猪肉水煮肥肠太好吃了，你慢慢重新那个水。好的好的。嗯。好你干什么？你给我等着。